焦点视频啊，黄发海实战完机嘅时间啊，咁啊，继续咧都系揾到啊黄发海师傅咧，就用声音演出。大家好，因为隔离当中啊，唔好意思啊。系啊，咁啊就其实嗱，即系咁讲啊，喺我哋今日咧呢一个嘅录音时间咧，就系2020年嘅8月8号，咁啊。今日嘅凌晨時段咧，就發生咗一啲嘅事情。咁啊嚇，除咗咧，即係喺政界嚟講一啲嘅事情咧，娛樂圈都有一單嘢就好得意嘅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呢個外國藝人咧，阿楊明先生咧，咁啊即係有少少嘅意外發生咗。咁啊，疑似係有飲醉酒。咁啊！但系拒絕吹波仔，咁跟住就被送咗去醫院咁樣。咁啱啱最新嘅消息咧，大概下晝嘅時分2点左右咧，佢就話佢冇事啦，佢出咗院啦咁樣。咁啊，師傅，我想請教一下啦，即係都好尷尬喎，係嘛？即係佢嘅身份同佢呢一單嘢。咁我其實最尷尬近排咧，連續幾套劇都有佢，都係做啲阿 Sir 啊，或者好有陽光味嘅嘢。咁而佢咁樣惹單咁嘅官非咧，其實對無線都係好尷尬，對個形象工程咧都係浪費曬噶啦，係啊，係咯，即係吹到漲曬噶嘛，當堂咁好啦。咁件事往後嘅發展又會係點咧？即係請教啦。如果我按翻琴日嘅個案啦，我今次就出個卦啦，我睇三件事。第一件事睇翻呢單官非會乜嘢咧？出咗個卦叫做龜梅，龜梅意思即係一就係尷尷尬尬無。兩可，同埋亦都可以演繹到咧，就係話佢係透過一個女嘅長輩或者女嘅好強而有力嘅女貴人去幫佢。咁啊，唔排除係政商界嘅人啦。咁同埋咧，我而家睇睇阿楊生個背景，其實唔係姓楊噶，姓林嘅。哦，係啦，係啊，叫林楊明啊嘛。係。咁啊。表面就是一個普通藝員啊，或者唔係或者係好富貴嘅藝員啦。其實佢屋企係有背景嘅，係喺政商界甚至乎近祖國都有一啲背景嘅，係啦。哦，咁呢個真係少認識喎，少知道喎呢、這個。冇啊，睇卦睇到啫。咁嗱，咁樣純粹針對件事咧，如果佢用佢嘅人際網絡啊，同埋資源上去影響咧，有機會會將呢單官司會拖咯，啊會拖咯。咁、拖到都几长时间，到最后呢佢可能好轻骑嘅，坐就会坐，但会重判呢，咁又我睇唔到重判，可能都係好轻骑咁样就出嚟。但係呢单嘢呢唔会俾佢社会服务令，或唔会俾佢缓刑，但係佢好大机会都会坐㗎啦。不过就係咪会坐到好半年一年咁样呢，就未必咁样。哦，咁样啊，係啦。哇！喺真系咁啊，出事喎！真系，即系叫大家啦，饮多两杯，不如叫的士或者叫人帮你揸啦。先佢就唔系俾唔俾的士钱，唉，几百蚊坐的士算数把啦，何必要搞到有名与扫地又惹单官非喺身？系啦，咪咯，即系因为我哋大家都了解啦，其实即系醉酒驾驶系知法犯法嘅嘢嚟噶嘛，系咪？仲有就佢上紧位嘅阴公，系啦，系啊。沉寂咗好几年，突然间依一两年多翻啲剧拍下，多翻啲曝光，你咁样就累死自己。咪系咯，即系醉酒驾驶系你唔会，你系啊衰咗，你先知道吓、啊，原来我衰咗啊咁样，你系知噶嘛，系咪？至少要你刻意地去避开吹波仔，避开验血咧。你上到庭咧，个官都唔会放过你。即系佢可以話你嘅意圖係刻意地避開啊，或者點點嘅，話你即係妨礙司法公正都可以有一個，係啊。了解，咁啊嗱，當然啦，即係係嘛，近排有好多發生咗香港發生咗好多事啦，咁有好多人啊有唔同嘅睇法啦，係嘛，又開香檳嘅開香檳，唔開心嘅唔開心，覺得唔關佢事嘅覺得唔關佢事，咁啊，但當然啦，我哋都盡，即係我哋都唔希望都想人好嘅，我哋冇特別嘅政治立場，咁即係話。都希望人咧，即系安安乐乐，即系奉公守法嘅，系啦。系啦，不过始终好老实讲，咁犯法就系要受到惩罚嘅。要自己承担翻啦，呢个责任嚟噶嘛。咁你其实如果你即系
即系衰啲讲，冇身冇屎，你怕咩吹波仔咧？系咪先？系咯，即系我觉得无论你咩颜色都好，犯法就系唔啱噶啦。系啦，冇错，系啦。OK， 好啦，嗱，讲开犯法啊，师傅，其实咧，即系喺咁多个行业72行业当中咧，系嘛，都梗有啲系即系唔妥啦，或者犯法啦，或者即系衰衰地嘅人嘅，败类嘅人嘅。咁啊，今集咧，我知道咧，你啊，即系哇，有一个好 juicy 嘅题材，就系、是，唉，不如交俾你讲啦。嗱，今日咧，我耐冇见啦，咁我其实讲呢个案出嚟咧，其实就想啲观众啊，或者啲善信咧，就提高警觉，唔好俾人揾笨先啦。嗱，有一啲喺香港，有啲喺内地嘅，同埋台湾都有嘅。嗯。咁啊，我讲第一个先啦。系。嗱。你生人买地你听过啦，你有冇听过喺阴间买地皮炒地皮啊？阴间炒阴间有地嘅咩？师傅，即系好老实讲。嗱，咁样事完咧，就系2012年咧，呢单嘢都觉得几好笑嘅。咁咧就有两公婆就开个道坛啦，又话自己神灵降生啊，呢样嗰样啦。啊，咁咧就。好多人咧，嗱，台灣有啲術，有一套體制就係話，佢哋相信咧，就話如果今世生活唔如意咧，好多時就係陰人或者啲祖先喺下邊唔安樂，咁所以引致咁，咁或者係冇地方住啊，點樣點點點，咁咧佢就睇到呢個心態咧，就話就話你想第日死咗有地皮有別墅咧，就而家開始要投資啦，有埋樓花添喎。咁噶，樓花都有哇！有啊，有樓花，佢頂緊噶，就係話咧，一佢又唔知識得卜語定點樣咧，佢整一隻卡通人物叫做 Elmo， 我諗你都見到張相噶啦，係啦。係。咁啊，阿 Elmo 咧就話佢係神靈降生，哇！可以咧就通到地。天地咁咧，啲善信又驚喎，呢樣嗰樣。咁本身呢兩公婆咧都識識地熟算嘅，咁、即係真功夫同假功夫溝埋一齊咧，就可以揾到食。嗱，佢有幾個服務嘅，一咧就係話幫人還陰債啦，即係陰債意思即係話你可能喺下邊可能輸咗波攬，輸咗錢，今世你就會窮咯，即係你做佛陽人就會窮咯。又或者你父母或者祖先喺樓下冇錢使。咁你洋人咪系唔畅顺咯？嗯，又或者你老人家啦，六七十岁啦，你艰辛过咗身，下边冇地方住，冇房产、哦，咁你而家就要开始使下钱，累积储落阴间嘅银行度咯，佢帮你买埋期货添。系啊，哇！真系服务周到啊！仲有佢就会识得话医下邪病啦、啊，又或者帮人哋求子啊，呢样嗰样。咁咧，佢平均消費啊，一單法事係50,000多台幣嘅。50,000多台幣，哇！喺以台灣嚟講，呢、這個消費都好高喎、啊。係啊，仲有隻神奇喎、啊，嗰隻小動物啊 ，Elmo 啊，佢話咧，因為咧有加持過，亦都喺度通天達地咧，幫你屋企運到財，同埋俾到善信咧有預知嘅能力，所以咧就可以投標嘅拍賣嘅，由幾千蚊、幾萬蚊，收尾投有啲傻佬咧，真係～搏曬命啊！嗱，當人一投標咧，啲人嘅心態就紅咧，係捉到人嘅心態。你70萬，我80萬，咁鬥下就結果咧就100萬投標。哇！咁咧點解會俾人識穿咧？嗯，佢因為咧佢有啲叫做福袋啊，福袋入邊咧有啲仙丹啊，有啲家嘅符啊，有啲成咁啦。係啲佢話啲仙丹咧就食咗會安神。咁咧就食有啲善信食完之後咧就牛牛豆豆就覺得唔對版，就攞嗰啲所謂仙丹去驗，發現一驗入邊咧有鎮定劑。哦，咁警署當地警察咧就用呢一個作為切入點，就話發覺佢啲所謂仙丹有西藥成分就犯法噶嘛，即係如果凡親台灣嘅中醫或者道醫咧，發現入邊有溝咗西藥咧就犯法噶嘛。哦 ，OK， 因為咧佢其實都好毒嘅，你。猛咁食咧，啲人咪牛豆咯，牛豆自然嗰個自我意識就會薄弱，薄弱跟住咧就碎下碎下，你就會越倒越大啦。佢個壇咧，除咗神壇之外，有塊板噶。阿楊生、陳生，你投地投咗幾多錢？嗯，好似交易市場咁樣嘅，係有曬規模嘅喎，即係話有幾多人，佢會按翻嗰日個供求咧去升升跌跌嘅。哇！呢啲咁嘅衰嘢真係～真係好似大時代嗰位阿叔咧畫個黑板咁樣，升啊跌啊，
一幾多手大東電報局，你話啊，阿 Mac 你買啊係咁啊，但陰間嘅喎老細。係啊，咁仲有喎，佢要印埋 catalog 嘅喎。嚇！哇！印 catalog 咧，有一個樓書好似有得分期付款同埋買樓花嘅。係。咁咧，佢咁有啲傻佬咧，都揦起手都成百萬台幣去玩嘅啦。係。咁啊，直接就頭先講啦，就係話佢因為啲藥有呢、這個嗰啲鎮定劑啦，咁而警察就去由呢個角度去查，查下查下咧，發現佢屋入邊咧接近有3600多萬台幣現金。哇！900多萬港幣喎、哦。係啊，仲埋就係話咧。佢揾 check 到好多善信嘅，佢咧好現代化嘅喎、哦。嗱、因為咧你認購買幾多手買幾多股咧，佢成日就整個 Excel 咧，整個 Excel 咧就啊101、102你入幾多咁樣，有股票 number 嘅喎，其實就變咗靈界交易市場嚟嘅喎。係、差唔多創業板咁樣喎、哦，咁咧又好笑嘅，外邊人就慘唔到，你亦都唔知人做乜嘢，但係見到好多公公婆婆咧喺度，哎呀升啊升，佢會因為咧供求咧。有邊啲特別追咧，佢就會自己會用電腦咧，就會扯升咗嘅，即係類似我哋個呢個blockchain， 即係嗰個叫做區塊鏈技術咁樣啦。即係嗱，例如可能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隻股嘅話，邊個追得多佢就飆升啊嘛。嗯。佢用翻啲人追嗰個數值去推翻上去咧，佢又識得用 Excel 做到個 logic 係咁樣喎。哦，我真係幾佩服佢喎，真係好聰明喎，呢兩公婆。讀飽書㗎，兩個都讀飽書㗎。系啊，系咯，读板书，跟住咧中招嘅人啊，唔系普通人喎、啊，除咗我要阿公阿婆之外咧，有公务员，有大学生，系，因为咧佢得意嘅，佢如果炒升咗咧，就出张纸，出张授权书咧，你张授权书可以转让嘅，咁又真系有啲傻佬咧，例如我阴间地炒完之后咧，我升咗20%，我卖翻出去，我又到套到现、啊，嗯，咁跟住传翻出去咧，喂，我升啊升啊升啊，咁啲友仔炒到冇嘢炒咧，炒阴间地皮，炒阴间花园，别墅都有得炒。系，咁佢真系有得炒噶嘛？嗯、问题上嗰样嘢唔喺呢个空间存在，但系嘅文件可以存在噶嘛？嗯，你炒就炒张纸啫，其实佢做紧我哋可能股票市场一样做紧嘅嘢，都系搵你哋笨啫，系一模一样嘅。嗱，咁大师傅好老实讲，即系虽然咧你未讲到佢哋个下场系点啦，但系我大胆咁讲，喂，其实佢哋。做緊呢啲係一個根本，呢、這個根本係一個邪教嚟嘅喎，即係佢哋係將一啲好正經嘅嘢，用一個邪教嘅形式去包裝喎，成件事係。嗱咁樣咧，我頭先講翻啦，其實如果你擔心屋企人喺第二句虛空唔保暖，或者係經濟條件有問題咧、嗯，其實你有啲好專業嘅優科師傅咧，即係專係做優科嗰啲咧。都可以幫你扶墊，或者你送到嘢要送去嗰個地方噶嘛。即係其實都有呢啲正路嘅師傅啊，香港都有好多嘅。嗯，即係啲會可能幫你燒嘢俾佢啊，或者幫你用長經去運嘢過去啊。咁你都唔擔心，即係陰人咧，一就話你生前要種得啦，二就話如果你死後你擔心唔夠嘅話咧，其實屋企人都可以透過一啲師傅專業地去扶墊俾佢，或者係送嘢俾佢啊。我哋。法科又好，或者係甚至優科師傅咧，都有一套功夫咧，係點樣送到去陰界嘅人嘅。咁如果我哋淨係六忌咧，我哋六入法門咧，我哋通常就透過土地啦，土地再揾城隍啦，就然後用行兵符，用土地法咧係送到俾相關嘅老人家嘅，係啊。嗯。啊，咁所以就唔需要靠呢啲咁嘅人啦。佢唯一一樣嘢咧，捉到嘅心態咧，就係話。啲傻佬鍾意炒嘢，炒下嘢呢又俾到少少着數佢。跟住呢班人就會出去吹㗎啦嘛，吹到好大呢就哎呀我真係炒到喎、啊。佢最犀利就咩呢，你知的士嘅網絡好大㗎嘛。佢搵好多的士頭啊去炒樣嘢。係、哦、呀。係呀佢仲有喎仲會吹耐唔耐諗啲新嘢喎。陰間某一間酒店嘅專營權20年、18年專營權有得炒。哇陰間的士嘅專營權都有得炒，個個都爭住去做。嚇、啊！哇，咁佢咁其實，哇，佢呢個根本係完全係嗰個叫龐氏騙局嚟嘅喎。直頭係陰間代理人咯，係咯，假嘅陰間代理人咯。啊，
即係你所有嘅商業活動喺嗰個虛空都可以做，包括期貨、期指、房地產、地皮、商業運作、生意，到你諗到嘅都做得到，只不過問題上就係佢收就收陽間人嘅錢啊，去做啦。咁所以就即係各位觀眾，如果係有啲人可能會屋企老人家會報夢俾你要嘢啦，或者你擔心啲先人嘅話，其實坊間有好多好專業嘅道觀都有方法送到嘢去嗰個虛空嘅，係啦。OK， 咁嗱，咁大師傅，我想請教啦，呢兩公婆個下場係點咧？真係行騙罪坐監半幾年，我唔記得咗啦，係啦。因為其實嗱，我咁理解成個 picture 咧，就係佢開頭就一定係一個行騙啦，或者一個嘅一個叫邪教嘅形式去包裝成件事啦。但係行下咧，即係我覺得都有一啲。其實根本直情係一啲投機嘅人嚟嘅，即係佢覺得喂呢樣嘢唔好理佢堅定流啊，但係已經變成咗一個投資嘅衍生工具啦。係啊，即係佢嗱咁樣開頭咧，佢純粹一個道壇，就佢本身都有少少功夫嘅，即係問下卦佢都識嘅。咁即係真功夫溝埋啲假功夫啦，咁加上人啊貪啦。咁好多時有啲人都擔心啊，會唔會我啲長輩喺下面唔舒服啊，或者冇錢使啊咁樣？佢捉到呢個心態咧，咁台灣人咧好孝順啫嘛，都好多時都驚話，哎呀我阿爸點啊，我阿嫲點啊，或者點，跟住就自然，只要你講咗俾佢聽，唉、哎、老人家下面閉眼，你就自然就會拎錢出嚟噶啦，係咪先？你擔心噶嘛？喂，噏幾噏？喂，冇錢使啊，凍啊，冇衫著啊，你就。通常咧，呢啲人嘅心態咧就會驚咗先，就覺得好似有所虧欠啊咁樣。其實如果你話純粹用靠陰人、地府去呃飯食呢招咧，省港澳都有呢啲嘢噶啦，係啊。係。啊，不問就想做得高唔高招，同埋做得規模大唔大啫。佢係規模大，同埋好有架構嘅，跟住整只毛公仔可以賣成八粒咁啦。了解。我諗話迪士尼都估唔到呢只嘢會咁貴。咪係咯，真係喂大佬啊，真係諗都諗唔到。咪係咯，咁好啦，咁師傅，第二個案啦。係啊，第二個案啦。嗱，中生機，我諗你好多時都聽過噶啦，係咪？絕對。咁啊，自從地產。女強人陳生嗰單嘢之後咧，其實咧有一單嘢都幾得人驚。我琴日個標題話俾聽咧，就話有一個唔係咁好嘅師傅咧，就教徒弟去搶人嘅生機運啦，係啦。嚇、啊、咁樣係啦，事源就咁樣嘅。咁咧呢個徒弟咧喺香港定係邊度啊？香港發生嘅，香港發生。OK。咁咧就呢個事源咧，佢個徒弟咧就到處去。去啲佛具鋪啊，揾潘財仔，即係我俾嗰張圖你咧。咁潘財仔咧，其實就係話佢可能配合某一度法事咧，就喺嗰個穴位度咧，就然後搶一啲運俾佢個徒弟咁解。咁其實咧，你記得好幾月之前咧，我講過話有個日本嘅法派叫做九谷一流嘅。係。咁其實佢哋都有啲方法咧，就喺人哋嘅墓穴入邊咧。扯個福印，扯個運氣俾自己嘅，即係另外就話，例如陳振中先生之前個天圖佈局咧，都有一招咁樣嘅。OK。但係做完呢啲嘢好衰嘅喎，即係自己會損陰德嘅。發好快，發完之後兩嘢就嘔翻突出嚟。咁啊，呢位師傅咧，其實係國內某一個墓園嘅總顧問嚟嘅。咁啊，對神奇就係話咧。佢啲徒弟話翻出嚟就話，佢屋企人咧就仲喺某一個方位，而佢 sell 緊嘅咧就20-30萬嘅一個地嗰啲咧，就是、第二個方位佢又會放喺嗰笪地方，咁啊其實即係蠱惑啦，係啊，即係貴嘅地方我又唔裝，咁即係一係佢就講嘢唔盡實啦，即係其實咧我可以講翻大家俾大家聽咧，如果講藏雲或者眾生機咧，嗱。找到穴位梗係最好啦！如果你真係冇嗰個穴位咧，其實都唔使做啲咁嘅衰嘢去偷人嘅。其實我哋有個方法咧，就係、是、可以喺神壇度做啦。用神壇嘅力去扶起你嘅人咧，都個效果都可以嘅，唔需要做埋啲損人，即係損人哋己嘅嘢。即係其實咧，到最後自己係黑仔。係。
係啊，無謂做啲咁衰格嘅嘢啦，係啦，即係正文正路，其實好多道壇都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嘅。係啊，唔使走去偷人啊咁樣，因為咧，如果天道報告嗰招咧，就我聽過就係用一支青竹咧，就喺人哋嘅墓穴後邊咧，就插落個地下3尺3，然後咧嗰支青竹上邊都有符，跟住咧就敲，咁其實就攞人嘅穴位嚟旺自己啊。嗯，啊，好似嘅，好絕嘅呢招。哦 ，OK， 咁，哦，咁樣樣啊，係啦，嗯，咁啊，師傅，咁我想請教下啦，即係借運呢樣嘢，其實本身你點樣睇噶？嗱，借運咧有一啲咧就係、是、本身原你嗱，好多人會誤解咗，要會話係會係呢、這個透支啊，點點點咧？嗯，如果我哋玄學法方，首先第一件事，你平時有冇中福，或者你嘅慈善功德夠唔夠？你慈善功德夠咧，當嗱、我舉一個例子啦。如果玄學法方風水其實係個車，係個 engine 嚟嘅啫。係。咁你嘅善月福德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啲油啦。哦。係啦，即係如果你嘅功德唔夠，我俾個 Porsche 你都冇用啦。係。係咪先？係啦。咁所以其實就要不斷布施，不斷去做咯，係啦。咁法科原來可以錦上添花啦，或者喺人哋逆境當中扶人一把啦。咁但係只要你唔係涉及到搶人啊、損人因果、害人咧，咁就冇問題，係啦。嗯 ，OK。係啦。咁啊。咁啊，另外第三單咧就個國內人咧，就應該話。我不知道他是否可能成日出嚟香港啦，就自己話自己的網站是 number one 香港玄學風水網站。哎呀，呢、這個 juicy 啊，呢、這個係呢、這個頂人啊，佢犀利喎，佢又學到嘢喎，上高識得整呢個 payment gateway， 即係可以用 Visa 卡找數喎。係。咁仲有一種神奇咧，就咩咧？佢就列曬香港好多嘅大嘅風水師，咁啲國內人就有得睇到，哇，好勁喎！呢、這個風水師呢個站可以揾到啲勁嘢嘅喎。係。咁咧？但是有些資料我們行內人和香港人都會知道錯的。林千博師傅的壇何時去了大埔呢？還有呢，就是過了身的一位前輩叫做馬啟福，又為什麼會出現的？林國雄都還有電話在這裡。咦？是啊，頂人啊，還有啊，李舉明的名字幫我改了叫做赵志雄啊哦，即系张相同个名字啊唔同，系啦，咁摆明错漏百出，你唔好理佢咧，就咩咧？佢话咧，我唔系帮你约见师傅，你可以写你嘅问题喺度，我可以帮你计八字，帮你起卦问事，甚至睇风水图，呢啲唔使预亲自见面噶嘛，系咪先？系，咁咧就个银码咧由几千蚊到几万蚊都有。O K， 咁老实讲，佢唔需要见面嘅话，佢喺屋企慢慢做嘅啫，系咪先？又或者佢可能用电脑软件揼好晒，跟住整个表俾你都得噶。系，冇错啊。咁但系咧，就我相信佢个网站咁样咧，都揾到好多钱嘅，尤其是国内人咧，因为好多时未必个有通行证嚟过香港噶嘛。嗯。又或者佢可能本身冇乜香港亲戚嘅话，佢见到就哇有明星喎，风水明星喎，咁就以为真嘅啦。就信啦。系啦，咁所以咧，我趁呢个机遇啦，如果国内嘅朋友听到呢个信息嘅话咧，你不妨真系打个电话俾佢，又或者你叫一个香港朋友，我到一度你写字楼啊，或者约见啦 ，coffee shop 见啦，点点点，你唔好就咁过数俾佢，嗯，系啦，你唔好就咁过数俾佢，一过数咁样咧，就冇计噶啦，佢好精噶，就系用 Visa Master， 佢唔会用 AE 嘅 ，AE 有得退货噶嘛。哦、oh, ，OK， 系啊，好奸嘅，系啊 ，OK， 咁所以都要认清楚。后期呢个网站，我相信喺国内已经俾人检举咗。嗯，啊，我相信都揾到好多钱啊，如果佢开咗有年几两年噶啦。系。不过最好笑就系有啲过咗身嘅前辈都放喺度，好笑。系，咪系咯？你功课做唔做？系啦，今日讲住呢几个先，希望大家啲观众啊善信咧就小心啦、啊，就。即係揾風水師、揾法師咧，要睇翻個背景啦。嗯。師承何人啦？仲有就係話個行內嘅操個聲譽啦咁樣。
OK， 我覺得咧，即係今集咧，師傅有兩樣好好嘅嘢就提出咗啊，係嘛？第一其實咧就係、有好多時人如果想係嘛改變自己咧，咁其實即係改運咧，你自己都要改變下，同埋都要可能行下善啊、積下德啊咁樣，咁先至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，即係千祈唔好諗住守株待兔咁啊，算啦咁樣係嘛？因為近期咧，我都睇好多身心靈嘅書，其中一個學問咧叫做業力管理或者種子法則。咁其實就係話，例如你想要財富，你先要付出你嘅財富出去，咁你先得嘅。即係例如你想要個貴人扶持，你先要做下貴人，咁自然啲嘢咧就會使宇宙好奇怪嘅，就會送翻啲嘢俾你。係啦，係啊。咁我好多時有啲新嘅善信咧，佢未必有錢去做法事咧，我會建議佢點咧？每日可能早午晚三餐，咁你抽一餐嘅平均費用咧，用嗰餐嘅費用咧，去捐俾一啲危急嘅機構啊，或者例如無國界醫生啊，或者係啲緊急扶危嘅機構咧，咁其實你嘅福德會好大，係啦，OK，咁啊，同埋第二樣嘢啦，就係頭先即係其實阿師傅又俾咗一啲嘅意見啦，係嘛，或者建議啦，點樣可以洞悉一啲假嘅嘢啦。系啦，冇錯，即係例如頭先講翻話嗰個陰間交易市場啊，如果例如假定屋企人突然間有時打個親戚報夢，話見到有長輩點點點話，嗱呢啲嘢係存在嘅，我唔可以否認，因為我都處理過。咁你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好嘅道壇咧，幫你去扶戰啊。去送嘢或者送錢又好，送物資俾佢都 OK 嘅，送得到。但係至於你話去買地買樓花啲咧，就擺明係呃你噶啦。了解，絕對，都明噶即啦。係不過佩服佢嘅，佢嗰個想像力同埋將現今商業社會個營運模式掉落去，佢又運作得到喎，好嘢啊嘛，係啦。咪咯，即系佢自己做咗个世界出嚟啊！直情系几犀利啊！做个世界，佢即系话，一边系神坛嚟嘅，一边系有个黑板，真个黑板咧就话：OK，阴间第几地段，点点点，玫瑰花园咪几咯。钱一尺，而家已经卖紧啊，点点点点点，咁咧冇现金嘅可以就分期付款咁样，你又仲争佢欠息喎，犀利喎，犀啊，利，真系犀利啊！呢个我觉得叹为观止，我听到都觉得好笑。真系好啦。，OK。咁啊好啦，唯有就下次就再同阿师傅睇下见面，或者睇下点啦。好啊，再有啊，好多嘅，谢大家，好，咁我哋多谢黄法海师傅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拜。